是咱十八个立法委员，去提名，去联署，拢总十八个，全部拢是民进党的，高雄八个，全部都在里头。台南六个内底，敢那一个人敢签名，敢联署，剩的五人拢唔敢。你敢知敢联署这个人姓啥？甲迄个大坏蛋同款啊，同款姓林嘛。去年八月二十二号，有两个警察去予人台死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敢知迄个歹徒姓啥？唔知吼，正常的林姓吴啊哈，歹徒。啊，迄两个警察姓啥？嘛唔知。一个姓涂，涂明成。曹瑞杰，一个姓涂，一个姓曹。吐槽啊！我今日我来吐槽好了啦，真的啦，哎，真的，这搞不好是天意啦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件？因为你都唔知啊。咱台南六个立法委员当中，敢那一个人足好大足好大，敢去联署这个外衣间条例啊？外衣间条例，你若看顶个月新闻的什么艺术宽有无？因后生啊，有无？哦，那新闻差一堆啦，到尾啊，伊外衣间的资格嘛被取消掉了。对不对？咱台南这两个警察去往台是甚物原因？你知无？就是这个吼，林信武这个大坏蛋啊，伊就是伫外衣间嘛，啊外衣间就是拢去啊较轻松的啦吼，啊结果出去都有机会去台死迄两个警察啦，真正怪冤哦。今仔日是八月四号哦，在十八天后，在十八天后就刚好满一周年，这是足悲伤的日子啊。那这十八呢，代表什么呢？十八就是咱十八个立法委员，去提名，去联署，拢总十八个，全部拢是民进党的。我敢讲，全部拢民进党的，十八个，十八个哦。台北的高雄八个，全部都在里头。台南六个内底，敢那一个人敢签名，敢联署，剩的五人拢唔敢。你敢知敢联署这个人姓啥？甲迄个大坏蛋同款啊，同款姓林嘛，同款姓林，所以呢，伊做足侪代志吼，你拢唔知道，啊，就是林怡锦呐，林怡锦本人，所以以后你若有机会碰到林怡锦，你甲问讲刘清莲甲你质疑，为什么你要去签这个联署？我甲你讲，你写甲足好听，吼，后面有只系受刑人，啊，有机会能够接触这个社会，要较接近就对啦。哎，拜托诶，啊呀，互恁台死诶，难免话。对啊，被杀死的人，你有问过他们的人权吗？对啊、有没有乱来？真的乱来，这是林怡锦做的第一人代志。第二，伊的学历吼，吼、哦，讲到这个学历，什么动作拢有啦，学历。哦，我问你啦，你敢知道去年全台湾上界有影响力的什么人？就是林志坚呐、啊。林志坚一个人，伊有摘掉和平进党的票，安尼减几百万呢，对不对？安、啊、尼有影响力无？有啊，有啦，有啊。咱我台南抓到几个点在，哈哈哈，坐咧啊咯，做议员会得硕士学位，啊做迄个立法委员哦，咱迄个王廷武更加厉害，啊你做立法委员，佮有才调，然后去读博士，啊你佮得佮去，佮去迄个诶三立电视台佮上节目，对不对？是，诶、欸。我讲吼，我今日我想要出来选立法委员，其实我这一辈子的梦想，就是我要起一间数学博物馆。我伫七年前吼，甲迄个元宝乐园买一块万几平的土地，啊，我甲朋友借钱吼，啊来买，要来完成这个梦想。啊，我唔知我的朋友呢，看到这个土地啊，整得过来用，啊，所以伊做哪唔行我啦。阿明啊，我忍耐三十个月之后才搞的哦。三十个月，我忍耐，嘿，所以有人讲，哦，阿刘老师，你的个性啊真好啦。你进来三十个月，我想讲，我要和你慢慢啊讲，唔知啊无效。所以三十个月后正式提告，告了之后，我今天才会站到这边来。嗯哼，为什么？因为告了了后，他知影讲，咱的司法这么乌到什么程度？咱的检察官竟然会去偷改笔录，听好清楚哦，偷改笔录哦。检查卡一个月一二十万，啊！你够有需要去共偷改笔录，去我抓到啊！啊，抓到，所以我的广告吼，我的广告拢啊写出来呢。啊，检察官伊嘛唔敢来甲我告啊。所以呢，我要参选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要出来铲除司法恶官。所以你看我这写什么去？铲除司法恶官，催生新特征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简单的诉求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因为我感觉讲这个社会上，我拢讲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一本书哈，等下你若要转的时候，我才有册，等下送你。我选过第一本册，
其实我站出来选，其实我已经得罪了几百万人了、啊。为什么几百万人？因为这本册，足侪人看到，等于都困未起，困未起有两种原因哦。太过兴奋了，你睡不着。今天咱现场的观众，可能你看法律，我也困未起。太兴奋了，竟然有人把这些丑陋的事都把它抖出来。但是够一种人，看来嘛困未起，英粉们。英粉们一看看，讲哎呦喂啊！我原本才崇拜的蔡英文，原来拢是假。你有看我的衣服无？我写啥？贾博士1.5。哎、欸，什么叫做1.5？我跟你讲，蔡英文的1.5个博士学位是伊家己讲的，伊的书本，他在2011年他有写啊。然后呢，你唔知我要追查他的证据，我唔是我白听的呢。我除了看彭文正的节目以外，我亲自到成功大学图书馆去找，哦，真的嘞！你这个那个我们那个总统府的记者会是那个9月23号啦。啊，结果呢，我今晚去成大图书馆吹出来讲，哎、欸，今晚啊，您记者会自己说的啊，你是那个蔡英文啊哈，他自己讲的那个拿到博士学位的日期之前一年，有够离谱的啦，就已经写了嘞。不只是政大那个呢，第27期的那个政大法学评论，第28期也有。啊，搁有诶，我搁去台南图书馆呢，去现那个联合报。啊，联合报诶，10月20日也有，哦，夭寿啦，夭寿啊！他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之前，都已经讲了啊，我是博士。那亲像讲你要参加歌唱比赛，啊未比赛你就讲啊，我第一名，安尼啦。啊，有够离谱！我看了后讲，哦，安尼这个蔡英文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救落来。安尼，今仔只感谢中天给我这个机会，吼，安尼甲讲出来，啊，我应该安尼嘛较好困，安尼。谢谢刘青田，谢谢刘老师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